小飞和张莹莹近日做实婚内出轨，两人也大方公开恋情，晒出正面亲密照。汪小菲还喊他小朋友，让妈妈张兰直接气炸，开直播怒轰一波。他直批张莹莹是寄生虫又不善良，之后就开始澄清，在网络上流传的那张爬山合照都是张莹莹用心机骗来的。你利用我啊，你把我这个骗到这个什么山上去，来了十几个粉丝接着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粉丝群里的其中之一给我骗到山上去，让我司机小秦用他的手机给我拍的照，而且呢我很少跟儿子合照，又有心机的给我拍了照，两张照片放一块，如果谁再敢在我的群里头留这照片，我直接给你告上法庭。除了澄清三人一起亲密爬山的真相，张兰也对他昨日在直播中报警一事做出解释。他表示主要告的就是张莹莹，不管是心机照片还是录音档，他都认为被张莹莹钻了空子，扬言要告到底。不过网友还是不买账，反呛去年三人还一起在三亚过年，怎么转头就不认账了呢？六人心疼兰姐都年纪一大把了，还要演戏，真是辛苦啦。